这个政府竟然变成不要妄想加白台七啊加猪狗洞，安尼有死，安尼有死无啦。
这个花洞社政府哦，做阿公做阿嬷哦，接着不孝的子孙哦，我也提来讲来讲去死啊！你讲对不对？干那做一个白菜鱼啊，这款的震动啊，干那做老师做爸母啊，提本来讲嘛讲去死对不对？啊，这地沟洞的各位小姐、欧巴桑朋友啊，讲嘛讲去死对不对？真正二十一世纪哦，上大诶笑话啦，发生在台湾啦。我咧讲时阵啊，心内毋是快乐诶。诶，真正我受着法国诶方妙句诶大师啊 ，UNESCO 啊，伊讲一句话讲，只有最荒谬的时代啊，才会产生荒谬的故事啊。咱诶台湾都何必啊，活在一个萧然诶世界啦、啊？多咱的医师有分析过胡志强的精神世界，嘛分析过马英九的精神世界，精神正常无啊？伊讲哦，在精神病的治疗史上哦，伊上趣味的拄到的，是有三个精神科病人、精神分裂症的病人，互伊这个治疗治疗治啊。有一天啊，伊要看这我治疗病人好啊未啊？啊，在墙壁上画一个门呐、啊。然后伊就坐到遮，叫伊三人，伊门甲拍开，结果两个人撞落去，拍伊拍，当然咧面，迄画画啊，伫壁内伫咧门啊拍开，敢若有一个踮踮啊坐啊人哦，咧伫笑伫笑啦，啊医生讲安尼袂歹，我治疗三个有这个好啊，这个病已经好了。医生就问讲，啊你若无伊把门掰开啦，伊讲迄人诶有够痟诶啊。啊！一锁匙门，一锁匙在我手内面，伊开哪敢开啦？这个摕锁匙的，就是姓马啦。啊！从啊壁内面要拍开哦，一个姓吴啦，啊，一个姓萧啦，安尼啦，看咱的代志有严重无？所以陈老师都讲，我无爱去算什么状况啊，我完全赞成啊，对比去斗阵做人民的思想的改造跟启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工作能够救台湾的人，那个人叫做国父啦。所以陈老师讲的对了，你在做国父啦，不是做总统啦，是吧？我感觉大家是在安努力，咱拍无个笑料，无个开始作战。我前天在宜兰啊，昨天在彰化啦，但是要拼去嘉义啦。啊，我国讲一直讲哦，讲我要去嘉义，我拢点点在笑，锁匙在我手内。我都先叫你先行啦，啊，这队伍拢走伊底去啊，后壁我还来杀，对不对？我今日嘛要挂过去啦，所以大家若有时间到暗暝哦，即结束了，大家杀来加伊创倒啦，因难卖就得加伊咧。嘿，啊我带一群一千块医师来看病一下安尼啦，感觉袂使，真大只啊！不过我是爱勉励大家啦，最近我有一经验足丰富啦。我一个好朋友去美国、去日本啊，提五条汉字给我啦。年初的时阵，这是在宫崎县的宇治藩属，日本上好食汉字。细细条啊，敢那德山的汉字啊，红记起来。结果我食两条了呢，剩三条。哇，迄两条汉字有够好食！我讲安尼食去哦，无菜。我剩三条呢，提当去美容咱的厝的田地来种落。哦，发甲规片拢是，啊，搁来加加加加的吼，搁栽栽栽栽的吼，啊，搁发甲搁愈侪，了后呢，前个月开始呢，我就等于种番薯啊，我朋友看到我咧种番薯，讲。